现在我宣布，中国工农红军鄂东独立师今天就正式成立了。下面有请师长李平山同志和师政委王汉江同志上台讲话。好，来，走一下，走。敬礼。同志们，我们的起义是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为什么要起义暴动？那就是要制止国民党反动派给我广大工农群众实行的屠杀政策呀，实行土地革命，建立起农民政权。这黄安的群众基础好啊，有首歌谣我想大家都会唱吧，小小黄安啊，人人好汉呐、啊，铜锣一响48万，男将打仗，女将送饭。我相信黄安一定可以成为革命的摇篮和圣地，而广大的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。我们的黄马起义不仅是湖北省委9月暴动所打响的第一枪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所建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。同志们，为了扩大我们的革命影响，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，为了在鄂豫皖地区长期的探索革命的斗争经验，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伺机反扑，我鄂豫皖黄安独立师将继续整军备战。下面就请王汉江政委宣布干部人士的任命。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独立师第一团团长方杠子。第二团团长薛共产。第三团团长吴国忠。第四团团长刘铜锣。第四团团长刘铜锣。铜锣过来。铜锣，这个站着不动。对啊，他就是我们老君山的大英雄刘铜锣。快去让一下，师长、政委，提两个建议。可以，但是长话短说。是。第一，我团还是以铜锣为号令，声震八方，我军振奋，敌人胆寒。
同意，很好。第二个建议，改变方案，我团不叫第四团，我团叫独立团。咱们不是独立师吗？我们是独立师中的独立团。哦，独立中的独立啊。嘿嘿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不是要扩红吗？到时四面八方的汉子肯定都是冲着我来，要加入我的部队。您想想，我的威望您是知道的。到那时候，我这一个团可以顶三个团呢、啊。我们可是咱师的主力部队啊。好，我同意。同意了。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你现在就是要改一改，以后不要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。是。你这些问题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就这样吧。谢谢师长。怎么样了？刚才师长说这个子曰是啥个意思呀？子曰、神曰都无所谓，最主要是师长同意了。同意，同意，嘘，同意，同意。韩松，在。坐下。逝者已逝，余恩犹在。虽说这一次，你兄长韩石团长，对于黄安之战，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。可是看在他恪尽职守、战死沙场、为国捐躯的份上，应当予以嘉奖。我已经向上峰提出申请，追授他勋章了。谢师座。嗯，坐。戴慧平，有。现在晋升你为中校团长，接替韩石团长的职务。务必拿下黄安，希望你不负众望。谢师座提拔。恭喜呀、啊，戴团长！哼，韩团长的血没有白流，赤匪占领黄安，却给你换来一个中校团长。哼，刘金山，兄弟之间必须要精诚团结，不许失和。各位。有关戴团长，我得好好的介绍一下。戴团长是一位青年才俊，文武双全。自陆军入关学校毕业之后呢，直接由南京军部委派到我师，堪当大任。这次我部受命围剿黄安，恰巧啊，戴团长他正是黄安人，他对于本地的地理民情了若指掌。所以，由他来清剿黄安匪徒，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戴团长，现在就请你说一下当前的敌情。是。在下资历疏浅，不敢妄谈。启蒙师座错案，又知当前军情紧急，在下抛砖引玉，粗谈几点。如有不周之处，还请各位长官批评指正。目前，鄂东共军在黄安、麻城一带流窜，其根据地设于黄安，已经建立了赤匪政权，正在招兵买马。师座部署，命我部兵分两路。一团由南向北进攻，另外加上一个山炮营。二团由北向南进攻，两军合围于黄安，
这的确是我军最佳的部署方案。可是，即使我们拿下华安，却很难消灭匪军的主力，因为匪军会放弃华安，钻进深山，与我部长期周旋。等一下，你说这帮赤匪能跑哪儿去？小小老君山连一个团都藏不住，还能藏住一个师？哼！别忘了，这里是大别山，足可以藏兵百万。 戴团长，金山兄的意思是，黄安是鄂豫皖匪部的心脏，现在已经建立了赤匪政权，其影响所及不亚于十万大军，携手合围黄安，至为重要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位直言皆不失为高见，这个黄安虽是弹丸之地，在战略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。 可是，在政治意义上却是非凡的。我们这一次必须要直插匪军的心脏，彻底消灭匪军，避免他们窜入大别山。各位，还有什么高见吗？速度，只有神速进军，才能做到拿下黄安的同时。 截断匪军窜入大别山，命令各部立刻开始行动。是。队长，先把最要紧的东西放在最里面，那些大块头的可要可不要的都放在最上面、最外面，这样路上万一遇到什么事就可以直接扔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不能扔，这些都是我千方百计才弄来的。哎呀，我问你，那是设备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 你呀，又是山上学到那一套是吧？我这套有什么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设备再值钱也不如你的小命值钱。好，有你在我就放心了。来来来，小心点啊！啊，这边这边。哎，给我。这个给你。这边好嘞，放这儿，搬过来。那好，快点快点。哎，丽君，丽君，丽君，我先过去看看，等一下回来啊。是，来。嘿，师长，来，师长，有什么情况？师长，哦，你们来了，现在情况比较紧急。 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反扑了，他们的一个团已到了高桥镇，还有一个团已经进入了于家河。好啊，敌人来了就打呗。哎，敌人这次来势凶猛，派了两个师的兵力来合围黄安。为了避免正面交锋，我们必须先放弃黄安，保存实力。什么师长？我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要逃跑了。正所谓欲取之，必先予之嘛。 哎，师长说的没错，当年白狗子剿匪，你不是连裤子也没穿就跑了吗？刘同谋，你这不揭人短吗你？师长，刘同谋还向我媳妇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再争了。吴国忠，到，你们团作为信天部队，进入大别山，寻找新的落脚点。明白。现在去，好，方刚子到，你们团负责转移师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伤员，现在就开始。是。 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大部队都要撤离了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啊！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走吧，我马上就去。行，你们两位任务就比较重啊。师长，是不是把我们留下来打掩护啊？你小子就是机灵啊！<笑>师长，我一个团就够了。你带着薛团长一起走吧。刘东龙，这抢攻的事怎么都是你的？师长，让我去。行了，都别争了，你们两个团。 负责把守，黄安城的南北两个城门，以防止敌人围城断路。刘团长、薛团长，这次你们掩护师部撤离，至少拖住敌人12个小时，然后再突围出去与部队会合。嗯，记住，敌人这次想兵贵神速，而你们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神速不了。是。 走吧，嗯。方雷姐，方雷姐，我们要撤退了，你赶紧出来啊！姐。 姐，这怎么办呢？
方雷姐。姐。姐。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，我跟着铜锣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你现在是卫生队的一员，得跟着大家一起转移，这是纪律。我不管部队有什么纪律，反正我就是不走。范雷姐，你这样可不行，你一个女同志留下来打掩护太危险了。我得跟在铜锣身边，万一铜锣真要是死了，连个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，我留在他身边好歹还能给他挖个坑。谁在这咒我呢？怎么了？师傅已经撤退，方丽姐就是不肯走。铜锣，你劝劝我姐啊，你别让她留在这儿，太危险了，让她跟我们一块走。嗯，快劝劝她吧，我们在城外门口等着。嗯嗯嗯，开门，是我。你怎么不跟他们走啊？都六年了，我从来都没离开过你。这次打仗，我当然不能走了。哎，你想想，你在这儿，我还得担心你的安危，我还怎么指挥打仗啊？这万一一分神儿没躲过白狗子的枪炮，这不都完了吗？我会打仗，我不会耽误你的。可是你已经耽误了。你想想，现在我应该排兵布阵，对不对？这不还得花时间在这劝你，你说有没有耽误？我错了，但铜锣，你无论如何得听我一句话。我不是一直都听你的话吗？这次你的任务是拖延时间，所以仗一打完，你赶紧撤退。你不是守城的，你不能拼命。行行行行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啊。哎，铜锣，来来，背上。铜锣，你记住了啊，咱们参加红军的目的是要当司令，你要是啊连命都没了，还怎么当司令啊？是，我这要是没命了，连光杆司令也做不成了，是吧？来来来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放心，我命大，好吧？走走走走，他们等着呢，啊！铜锣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放心吧，我死不了啊。城防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才不把时间浪费在这儿呢！我的部队已经集结在城门口，准备出发了。不是，你要当逃兵啊？你才当逃兵呢！你想想，凭咱两个团的兵力，能守住皇城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这是，刘铜锣，这是师长给咱俩的任务，这守得住也得守，守不住也得守嘛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脑子参加红军后啊，就变木了呢！你想想，我们的任务不是守住黄安城，而是掩护大部队撤退。只要能完成任务，这仗怎么打不是我们说了算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师长看中的是咱俩土匪出身能打仗，那咱就打特长。什么特长？劫道啊！咱们来个突然袭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把他们拦在半路上，让他们把进攻的时间浪费在路上。好主意。哎，铜锣，你这个人马是挡不住他们去路的。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？好，这样啊，你带着你的人马埋伏在他们的路上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只要打乱他们的阵脚，你们就跑，我呢就在这里做最后一道防线，给咱们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，老薛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啊。
哎，找时间一块撤。好，哼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嘞，来，喂。 韩科长亲自上战场，真是难得。岂敢，鄙人打仗不行，只会观战。原来韩科长是来观战的。哎，戴团长重归桑梓，和旧日弟兄战场相逢，爱恨两难。想必这心里边有点复杂吧。韩科长不愧是情报科长，心思缜密，对在下。 正可谓是体贴入微，多谢。戴团长宅心仁厚，可是兄弟残杀，毕竟不是演戏啊。韩科长尽可放心，慧平既然为党国效忠，绝不会因私废公。我和刘芳二匪虽然是昔日兄弟，可如今已经分道扬镳，战场相见更是仇敌，无需赘言。不愧是行政院副院长的得意门生啊！ 未来前途无量，韩科长，过奖了。正，正，这次啊。 觉得戴慧平会来，就是他把咱们的寨子炸平。你忘了，咱们的百十号弟兄怎么死的？我最担心的就是兄弟打兄弟，自己人打自己人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肯定是一场恶战。我们倒要看看，是土匪干法厉害，还是他的军事战术厉害。 白狗子，真带了不少好东西啊！这要是让他们到环城下，几炮就把城楼给轰塌了。嗯，跟弟兄们说，让他们一过了槐树岭就开枪。团长，咱们的枪打不到槐树岭啊！咱们枪打不到，他们的枪也打不到。所以，他们就必须停下来先开炮。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拖延的越久越好。对，去，让弟兄们。 把脑袋给我猫的站壕里，对着天开枪就行。好嘞，准备好。这。 是，这应该是共匪在城外布置的前沿阵地。听枪声，好像没有多少人。发现匪军转移了没有？报告师座，方圆二里内没有发现共匪痕迹，估计主力仍在城中。好，你就先把这股匪军歼灭。是，炮兵入内。雷老，师座。属下认为，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掩护主力，拖延时间。 打的一个拖延战术。那好，你带领所属部队向黄安城挺进，到达黄安城之后，立刻展开进攻。是。
戴慧平明显想第一个攻进黄安，好想成功啊！你懂什么呀？这个时候越接近城下就越危险。他能不能活到总攻黄安还不一定。哼，开炮！好，给老子接着打！呸！兔崽子，这炮打得还真快！白狗子！有多少炮弹往这儿啊？哎，哑巴别急，等会儿有你打的。你看看过去多长时间了？已经八个小时了。啊？什么？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我怎么感觉像是活了八个昼夜，这么漫长啊？皮山，你是不是在为那小子挂记和担忧呢？团长，团长，啊！报告团长，嗯，刘团长已将敌人部队引向槐树岭下。嘿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会打仗，打得好。不过有一股国民党的先遣部队正在向我部快速袭来。什么方向？在那。立定！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是。是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告诉弟兄们，按照原计划准备攻城。是。喝点水。副团长到。伤亡怎么样？伤亡25人。多少？25人。不多，都快把老子的耳朵震聋了。白狗子炮弹打得差不多了，估计该上人了。将战士们做好准备。是。你看，白狗子上来了。好，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弟兄们，给我冲！冲啊！这帮共匪打得还挺顽强啊。嗯，是啊，别看他们是一群农民，还有土匪组成的部队，这打起仗来还真是玩命。如此顽强抵抗，只能说明是在掩护在城里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主力部队。立刻传令给二团，全力攻击，必须在日落之前给我拿下黄安。是。几点了？6点。
还有两个小时。嗯。报告，桑团团长吴沟中已到达预定地点，一路上没有任何障碍。好，知道了。方团长，到。你带上一个营，原路返回，去接刘铜锣。是。我也去。注意安全，快去。是。一营到。跟我走。是。团长，跟你打了这么多仗，没有一次像这样的，冲了再撤，撤了再冲的，有意思吧？咱就是想让白狗子在这把所有力气耗光。哑巴，省着点。哎，阿娃子啊，传令下去，让战士们省点子弹，等白狗子走近点的。好嘞。我知道你扔得远。喝啊，那咱俩比比看谁扔得远。彭总，咱们的后续部队马上就到了，时机到了，告诉弟兄们，给我狠狠打。是。弟兄们，攻上城的赏两块银元，活捉刘铜锣赏银20块。兄弟们冲啊！好戏啊，韩科长，共匪那边和戴团长对垒的是什么人呢？打得很顽强吗？一个土匪罢了。那韩科长为何还抬举他为虎？因为他是戴团长的把兄弟。把兄弟？你是个好兄弟，我怎么能置你不理的？他奶奶的！我掩护你，快撤！我这辈子，我性命夜叉薛景城，被这帮白狗子追来追去的，这次我得好好的活一回。我现在去正规军，正规军你知道吗？你小子不是叫薛共产吗？怎么又叫回薛景城了？啊！这次我得好好活一回。你们撤，我也活。好，要撤一起撤，要打一块打。你要打，老子今天陪你。好兄弟。跟你合作，我三只有缺，来吧，好。
铜锣，快把他抬回去抢救！亚马，快！铜锣，你小子一定要给我活着，不然老子要捡你一条人命！白狗子，冲这儿打！这儿可以打猎呀，枪。小松鼠，上。
报告师座，黄安城已被我军拿下。好，你的战果怎么样啊？报告师座，是非死伤惨重，遗憾的是让匪首刘铜锣侥幸逃脱，卑职正在派人全力追击。嗯，好样的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你对这个刘铜锣可是手下一点都不留情的。